得纯属个人口味。你不要把人家讲的是那个。没有，我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叉烧。我也是哦，那叉烧比很多间都好吃。可以来看老板娘的店面，全泡哦，会失败的哦。当初为什么会想说面飞酱高？感觉要飞就飞哦，要小一次哦，哇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记忆中干不完的。我可能好一阵子才在吃干不完。前面不可以剪进去哦。谢，没有开。那没开、啊。那怎么办？我想一下。这个是阿姐。嗯。没有开，那我们只能去补。巴沙拉还有哪里？好，我们要灵机，不是不是。灵机应变。是。然后我中文不太好的。好，我们要随机应变，所以我们再换下一家。早上干不完，晚上干不完。输人不吃干不完就做不了事，睡不着觉，甚至有干不完、干不完癌，不吃干不完就想死，甚至被医生判定为福州人的绝症。干不完，中文又称干盘面，是福州人心中的国民美食代表。面又分为粗面和细面，配料主要有猪油、叉烧、油葱酥、青葱等组成。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酱油、辣味、酱油辣等多种选择，似乎就是一个24小时都找得到干煲的风源地带。这一趟我总共吃了10间似乎到底的干煲，究竟哪间才是好吃到最想死的干煲呢？接下来就祝你用餐愉快。你好，来啊，坐下吃。这边其实我之前已经吃过，现在我其实有点忘记了。这边主要有名，你们常吃什么？酱油辣的，我妈他们比较常吃是酱油辣。但是就是我们主要以白色为主，所以我们还是点了白色。我这边是也是朋友推荐，所以要点他这里的什么拉萨杂汤，拉萨杂汤，试试看哦，大家都听。好，你先试啊。Oh no！ 它面比较卷，比较 Q， 又不到高粱面的那种，它比较 Q 一点。我觉得它跟其他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面比较 Q 啊，有些人很喜欢啊，我觉得没有不好，放在嘴巴里面吃起来比较层次的感觉。一样，我觉得也是没有很咸哦，这件不会很咸，我觉得今天吃的都还好，没有到那么咸。蛮妙的，这样相比赛昨天吃的好像稍微咸，今天这个还好。哎，为什么他们刚看的时候干掉这样难吃，这样吃进去其实还好。吃进去还好。吃啊，叉烧。比较有味道的叉烧，我个人每次对干煲的叉烧没有什么感觉啊，平常不太吃那个肉，我也是不太吃那个肉，以前印象都是那种很干，对，我都不喜欢吃很干的那种。这边它油葱其实也算放的蛮多啊，连面里面其实都看得到，我喜欢啦，因为我觉得比较香这种东西。是啊，就是如果不要用方言会讲。拉沙杂汤，就是也是一些我觉得比较像火锅料啦，鱼丸啊、豆腐干、肉丸啊、豆腐干这些样子，很少会点拉沙杂汤。什么？我不能。不能是？我不能。不能是什么？拉面那么长。太甜了，是有点甜，但它也没那么甜，是有点是很甜，我不喜欢、啊。它就是偏甜，偏甜的拉沙汤。我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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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给你吃，这碗给你吃，我不能。狗长得像畸形了，那你连狗都要批评？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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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它叫腊肠，是不是？你自己讲是不是？它明明是一般的狗的话，身体是腊肠。它应该要高一点。啊
料可以吗？也是很甜。没有，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吃，我不太喜欢这种料，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内脏类比较新鲜一些东西。因为刚好今天没有猪肝啊，所以我们没有比较猪肝，就是一些火锅料我不太喜欢。因为有些人有一派是喜欢吃火锅料，我不喜欢汤，我对不起我那个。好了，我们已经吃完顺福了，这可能是我在目前第一间觉得我还好，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们已经吃了很多间干煲有关系啊。我是真的有点还好，不差啦，我觉得干煲可以，但是拉沙炸汤我是不可以啦，比较偏甜一点，就容易吃腻了。但是你如果只吃一两口，然后人多的话，那可以 try 一下。但是如果你想一个人吃一碗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我一口我就很腻了，所以没办法。哎，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次这个主要是个人胃口哦，对，不代表我说了一定是怎么样。据我所知，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顺福是他们心目中最好吃的干煲，我没有觉得不好吃，但就是排名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高。拉沙炸汤不是我喜欢的口味啦，因为我觉得拉沙是不应该有甜味这些东西的。所以那如果你喜欢甜的话，那它的拉沙就对你的胃口。也不一定啊，我自己觉得。不要把人家讲到是不是那个，没有。哎，林姐，你可以推一下你每次那边都吃什么？你说我每次去那边吃的就是干煲酱油辣，所以你那边没有点白的？没有，比较少。我不点白的，比较少。哦，那边扁牛好像听起来也是蛮有名的，只是它扁牛很大力，肉很多。但这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干煲为主，而且我真的快吃吐了，反正太多了。连续吃了两天这么多干煲啊，人生中第一次这样子吃。有机会啊，如果干煲这个做得不错的话，有机会回来就拍。拍吗？还扁绿哦，然后就每天吃扁绿，扁绿感觉轻松一点啦，干煲很饱，对啊，哎，这个没有办法，舅舅回来一次试一下喽。那我们要吃下一间 ，Go。高兴看到各位在我们第四天的时候都出现了，来，请一下你帮忙，啊，你终于有人来帮你了。我吃几碗？吃一点，第四碗了。阿杜，你怎么可以在第四天才出现呢？你这种是辛苦，从我昨天就要出来了，辛苦人要做工。这间比较好吃。我会讲话，各位。在那个康福家私附近这边的一个新媒体，这应该是老招牌，这边是老招牌，就是很多人知道的。Cool， 所以在先试试这个老招牌的新媒体。可以试一下。你先，我累啊。不要累，不要累。我直接倦怠。我试一下，尝一口那个酱。好。这就是我之前吃的味道啊。你多久没有来这边吃了？这也不久吧，一个月左右。它也不属于那种太咸的，对。哎，蛮好吃，不会很咸。真的不会很咸。很好吃。我们今天吃的其实蛮平均的，都是刚好性质很像，都是属于不是那种很咸的。你吃一下它的肉。这个肉有点薄薄的，有点可爱。放久也没有很干哦，还是你刚刚其实有加一点清汤。我加一点点，一点点啊，对，就一点点。它这个算中等的，它不是最细的，但也不是最粗的，勉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耐吃，对我来讲。我喜欢这个没有很重口味的。对。以前也很常听过，但我很少来吃。我挺常吃的。你很常吃？挺常啊。挺常，所以南方跟这个你喜欢哪一个？新民记。阿杜，我们照惯了，再访问一下啊。你算是很常吃干煲的人物吗？你很难做节目这样。啊、你一个月平均会吃几次干煲？老实讲，没关系。怎么了？老实讲。老实讲，老实讲。没有吃干煲。没事，那你这也是一个答案。对对对，是一个答案，不要担心。你吃过新民记的干煲？还是你本身对干煲是无感 ？OK，next， 该做什么？不喜欢吃干煲。啊，那这支影片你很难看哦，都不吸引你看怎么办呢？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据说都是素材的。好弄。这是新民记
今天来这边就要点附加价值，今天除了是干锅来吃点红边，然后应该不是也想吃红边？你以为你下课了还没？你这样没结束，还有红边要吃？不是你这样吃，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都吃了。好吃好吃，对吗？哦，它表皮很脆，很 crispy， 但肉我还好，我觉得内馅味道有点重啊。嗯，内馅我还好，但有些人喜欢，他喜欢。跟你们计较了，然后还没有开动吗？今天来到西部里，也算是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五米干锅店。阿姨包几年了吗？你知道他包几年了吗？这边很久了，反正这边也是我从小吃到的一个天花板级的一个干锅啦。我但我也很多年没有吃了，小时候超大，大到什么时候没有吃我也忘记了。但就是，然后这里是完全没有店牌，在十五之川的斜对面这里，应该十五人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好来，就我们点了一个干锅跟一个猪肝汤。有点哦，而且就是目前为止吃过比较软一点，比较软一点，可能汤也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排了有点太久，所以我们又加一点汤下去，然后再它会比较湿一点。可是汤加了也没有让它比较干。四十秒是吧？应该四十秒。相比前面几间，今天这间显得比较咸，然后它的面也会比较软。我一个朋友喜欢吃软，所以他应该会喜欢这种玉翅啊，玉翅喜欢吃猛的东西，所以他应该会喜欢吃这家的。我觉得他不至于软到说烂到很腻啊，没有口感那种，还是 OK 的。那叉烧，怎样？哎，他叉烧比很多间都好吃。就通常我会觉得干锅叉烧是有点超级小配角绿叶的那种角色，可是他这个叉烧是，叉烧是，你看那个，你看看。它的那个叉烧是看起来比较油、比较滑一点的，吃起来比较有油脂味。你试一下，真的很好吃。不会像叉烧不柴，不会像很多那种叉烧就是很干。对对对，像鸡胸肉一样，因为最好吃的叉烧，它的叉烧比它的面好吃。我觉得言论有点太对了，我想帮我讲把它接去。可是真的哎，它叉烧这么好吃，你要吃一口，你要吃一口，你要吃一口，你吃啊。它叉烧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到好吃的叉烧。我记得之前已经是吃过那种它很像烧腊那种叉烧，比较甜，但这个是很简单，对啊，很好吃。这干锅肉是天花板哦。试下的茶。哇，它刚刚咸真是面咸。汤不会很咸。汤其实很古早味啊，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那种熬法。要加什么？它好像没有加红酒哎，一点点。它比较不会像前面那些红酒或者是白酒加比较重，它这个比较清淡一点，然后全部是靠那个猪肝熬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好喝的啦。那猪肝它奶不错，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拍了一段时间，它其实在吃起来是有那个嚼劲啊，其实代表说它一开始汤的猪肝是不错的，而且也很新鲜。猪肝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一开始要那种汤很热，然后猪肝把它倒下去就直接拿出来，那个是猪肝最脆最好吃的时候了。我也忘记小时候是什么味道啊，但是在吃了就觉得还是好吃，这是一个古早味的一个干锅。补一下，就是这里应该来这边都会点的牛肚了，干捞牛肚。因为他们是谈的牛肚汤嘛，就是干捞牛肚。嗯，然后这个辣椒是他们放的还是怎么的？刚刚本来就是挂那个辣椒。哦，就是干你们点辣的啦。哇，好吃好吃，这个可以点，来这边可以点。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童年的味道啦。最惊艳，我觉得印象最深刻还是那个干锅的肉，那个叉烧，
对，我觉得叉烧真的是我吓，因为我吃那么多间下来，这是我目前第一个吃到说干煲的肉是可以好吃的，因为它不柴，我觉得在叉烧肉里面它还可以算是嫩的，它还带有一点的那种脂肪。哦，对对对对，还是那种有点油脂这样子啊，对对对对，所以它叉烧就是吃的不会腻这样子啊。因为刚才我家人他们有点那个牛肚肉，我们吃了过说哇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也是那个辣酱。对，我也是想起来说，哦，原来小时候我们在那边也是会点那个东西，但我今天完全忘了。今天阿凡有点那个炒面，我觉得哦，这间炒面很好吃。虽然我没有拍到，但是那个真的是你有来的话你要吃，这是一个古早味的炒面啊。那吃饱，我们继续下一家。下一家 ，Go。OK。我会提心吊胆的想你。哎、欸，这边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呢。什么不一样呢？知道。泰国的拉鲁啊。不够拉鲁。因为以前那个比较拉鲁。以前的比较拉鲁。刚才没有讲。猫，我不知道什么猫，随便都可以。猫就是像刚才那个那这样子啦，有毛毛的啦，上面。牛肚是有毛毛。猪肚是没有毛的。哦，可以啊，你们安排。Donde quiero con cualquiera, donde sea papi boy. Donde quiero con cualquiera, donde sea papi boy. Donde quiero con cualquiera, donde sea papi boy. Donde con cualquiera, donde sea papi boy. Donde con cualquiera, donde sea papi. 阿凡，你这边常来，你说这边有什么东西要必点？肉脆汤，然后干煲啊，就这样。猪肚、牛肚，然后没了。你是不是快不行了？没有没有，我在等面，我在等面。再吃五间喽。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快不行了？”他说：“没有，他在等面。”我说：“再吃五间喽。”他有镜头就有这个。自己本身是没有太有印象，我妈是说小时候我是来吃过，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几岁啊？很久了。幼稚园啊，够累了，太久了，所以今天就当做我就是一个很陌生的身份来吃这个肥田干锅了。哎，阿凡有名是什么？肉碎牛肚汤。我刚才以为是什么肉碎牛肚汤，然后结果出来是肉碎汤一碗跟牛肚汤一碗。对，这个反正就试试看了。不能还好，我觉得那个比例好像是很怪，就虽然它那个油葱跟青葱也很多，但是跟昨天那种很多的比好像不太一样，好像调味上面不太够，它吃起来闷闷的，它面条口感还可以，但我觉得味道跟我印象中的干煲有点不太一样，我个人还好，个人还好，比较湿一点，它是有点绵，我知道，我大概懂怎么形容，它是有点像什么？我觉得它的油葱跟其他人的有点不太一样，它比较没有那个猪油的味道。是的，吃起来它的很香。肉可以，但是难吃。还不错，因为它肉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它肉是比较偏这种，不是红色，比较没有染色素的那种。还行还行，我没有说喜欢或不喜欢，就是还可以，还可以吃。试一下汤，试一下那个肉碎啊，因为很少会在那个干煲摊那边看到那个肉碎的那个汤。我觉得这碗汤就很简单。不会很咸，然后就是很像我们很常小时候很常在西部会吃到的那种，这味道其实蛮熟悉的，不会很陌生，也不会很突兀，很好喝，就算手工肉丸嘛，对不对？手工肉丸的那个猪肉其实味道还不错，腌的蛮好的，就像那个汤看起来颜色应该是长一样的，汤头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说内料不一样而已。我比较喜欢，我比较想吃汤，喝起来不太一样。肉碎那个可能是因为本身有那个腌过的猪肉的味道，所以它放进那个汤头里面熬过后又有多一个那个胡椒味啊，是，就是它在腌的时候可能有那个胡椒味的感觉。这加了酒好像，还有点酒。我觉得加酒是因为牛肚通常因为会有点腥味，所以他们会加一点红酒去一下那个味道，但我觉得还不错，清爽，两个我都觉得好喝啦。
但你比较喜欢有点红酒的这种的。对，我觉得这它比这个更有味道一点。但两碗都不错。因为加了红酒啊。对对对。嗯，汤我喜欢。汤比面好吃。面我个人。老姚凡，身体很脆，姚凡。老凡，如果你要换位嘞，因为我刚才本来就坐这边。今天有吃一点水准。今天不是正常的啦，不是今天不太正常。今天已经吃了，今晚有什么感受嘞？对，继续努力。阿瑞，你吃了觉得怎样？没有什么特别，没什么感觉。啊，厉害！它的没有那么重口味哦，前面进去是没有味道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会有那种葱味道，对对，它是没有很咸啊。那啊。它没有很咸，它的汤比它的面更有味道。汤我喜欢。不理后人啊，现在都蛮好。没啊。可以问老板娘做多少年了吗？28年了，不久不中，28年。28年，当初为什么会想说面飞将高？啊，不懂，感觉要飞就飞了。往往一线的呀，往往一线的就飞了。晚上也去。晚上也去。啊，也上也去就飞了。很准哦，看你飞哦，不会 miss 哦，你歪到你还是接得回来，我想到我觉得对。哪里厉害呀、啊、你？哪里会呀、啊？小小一次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板。OK， 总的来说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之前其实有听到说还不错，就是除了说老板娘干巴飞得很炫之外，其实很多人说是还不错的啦。简直稍微失水准，翻。不是水准，是应该有一半。所以不是吃到最100%的那种老板娘的水准啊，小可惜，小可惜。就它这边味道比较淡，它汤会比面好吃，我觉得。它汤蛮有味道的。啊，汤我是觉得一定要来喝啦，我都喜欢。我觉得肉碎的跟牛肚的都各自有特色啦，还是来试试看，可以来看老板娘飞面，很炫泡哦，不会失败的哦，可能盖点灰尘这样子，掉出来这样。乱讲话了。我在一家很 happy 哦，唱歌跳舞都不来。你啊？唱歌跳舞。第时间了。我要载孩子了，先生。带他们过来啊。是最后一间了，我们的这个计划的最后一间了。最后一间呢是这位小姐的爸爸很推的，一定要提吗？一定要提是吧？你自己本身有吃过吗？其实没有。你爸爸那么推的话，你没有吃过？对，他没带我来吃。那如果啦，假设你吃下去你很失望的话，你会怎么回去跟你爸爸交代？那就跟我爸爸说，我跟他的口味不一样哦。哦，只能这么说。好，好，试一下。好，那你试一下，我想先看你，你。试一下。我想看他跟他爸爸那种，你知道，有一点。OK， 对吧？味道是有在线的，所以是认同你爸爸的口味啦。对，它不会太淡，不会太咸，是这样。它不属于清淡挂的那一种。试一下你爸喜爱的味道。哎，好吃哦。挺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上一家的味道，所以我才吃这个，我觉得。觉得很好吃。哎，真的。哎、欸，我觉得它这个比较像我记忆中的甘博的味道，哎，真正的古早味，真正的古早味哦，哇哦哇哦哇哦，可以吗？哦哇哦，这个推荐还可以吗？哎、欸，我原本没有很看好这间呢，哎、欸，它肉也好吃，肉很特别，你吃一下，你吃一下，
它肉是香的，它是虽然是那种比较粗糙一点，但是咬也是有点咬劲，它不是那种干掉的那种肉的感觉。我觉得它这个它会比较油一点，但它那个油不会好像太过油，不会到那种很油腻，就是那种说啊很油，然后吃到很腻这样子。它这个是刚刚好，是应该一个干锅要有的那种油度，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真是我记忆中干锅的肉哦。这家推，这家就在公共图书馆的旁边这边，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不知道，只能说我不曾来过，我也没有听过。我觉得值得来一下，因为虽然现在来人潮没有很多啦，可能是时间关系，但真的好吃哦，这个真好吃，这个真好吃。这个我喜欢，我吓到了，这个我喜欢，好吃好吃。不错，甜甜的，有古早味，跟我上一次吃的对比是有相差，不一样。就是你啊，该是他对你抱着怀疑啊。可以，我没有喝，我那次吃比较猛。嗯，那可以。他可能看你美丽，所以今天更好吃。可以，谢谢老板。OK， 我们终于花了三天时间把时间西部的干博跑完了啦。但因为西部真的太多太多干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间都去。这期间问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我妈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去走一遍看看大家推荐的啦。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啦。我觉得每个人的口味真的不一样，因为每间干博的特色也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我在讲什么废话？然后我觉得没有一个决定的答案，比如说像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你让我选的话，我会喜欢我第一间吃的玉山，在瑞江帕那边那个玉山，它的面跟它的猪肝汤是真的是，哇，我觉得很好吃，我最喜欢。跟刚刚我印象很深是最后一间吃的，因为那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个这么有古早味的一个干锅，然后也很合我的胃口，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两间，蛮推荐的啦。你呢？我最喜欢的一间，那就是南方。OK， 就是自己推荐的那一间了。对， 对， 对，自己推的那一家，的面条、它的汤我都觉得很不错。我平常会去的就是南方无名店的干锅。哦，小时候的味道，古早味。我会去的是这两间。好了，总而言之啊，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在这么短暂时间内跑了时间的干锅，我们都是以我们当下吃到，然后去给出我们最真实的一些回馈，这样子啦。当然，未来还有机会，我们会继续再跑下去。但是我可能会有好一阵子不想再吃干锅呢。干锅真是一个不能够你连续每一天，而且都吃超过三盘以上的，真是很羞哎。那我们这次感谢这位小妹来帮我一起跑现在西部的干锅，来感谢 Irene 姐一直带我去跑，当我的司机，带我们去西部各个地方的干锅。那我们下次再见啦，记得啦，拜拜。